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间线，我望向这黑夜。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气势终于愈演愈烈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卷云残名不凡。置身事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，一念纵身覆盖。刀剑出鞘满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，赤冲云上玄武剑纪念四方。踏破风浪醉舞四方，几乎苍生已无妨，青山之地你我共成一世狂。方才有机会不败的，那么现在轮到你了。这世间的正义永不妥协，我要这世间的污浊变为清澈。路行此处欲安时，偏要劈石开出新路，大道朝天，我看谁敢拦我。
腿为剑柄，以身为剑身，拳为剑手，指为剑尖，这是以人为剑。从形势上来看，百里东军胜了半招。下叶鼎之，陛下。来了，八百里急报到了。师兄他赢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怎么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？赢了是好，但他把叶鼎之带走了。哎呀，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样子，若是早早的换我去啊，算了。换我去，我也打不过叶鼎之。大师兄为什么要把叶鼎之带走？因为他认为还有机会矫正错误。可很多人因为叶鼎之而死，或许不是他杀的，但因他而死。我只能说，根源在更深处，不在叶鼎之。那些在南京、北京中战死的士兵，那些在与魔教交战中死去的江湖人，他们和那些恩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死去的是他们？每个人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叶鼎之一样。说得好，说得真好。李公子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说得特别好，特别有我们暗河的风范。要不然你换个姓吧，叫苏寒衣。我们苏家欢迎您。谁要去你们那儿当刺客？当刺客有什么不好的？对吧，沐雨？一个人杀不了叶鼎之，我与你同去。这信上都说了，天启臣两大少乎李新月和姬若风联手都撑不过一炷香的时间。你们能行？那江少我们够不够啊？天山派王仁孙，无名剑叶小凡，无双城宋叶回，还有望城山王一行。不是，他
他们几个我理解，王一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啊？师没有命，我不得不来呀。去吧。 其实，很久以前，他还住在姑苏城外的时候，我曾碰见过他。那时我还小，自己偷跑出雪月城游历，他教了我几招剑招。我问他，他是谁？他只说自己是江南的游侠。我那时很仰慕他，就像当年的叶小凡一样。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我已落青阳约定，离开天启城后，我们分两路南下，在姑苏城相见。之后，允哥带着文君隐居，我们另作打算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北蛮和南绝都响应了魔教之事，只要永哥不出现，真的可以那么简单吗？ 和南爵都有自己的目的，叶鼎之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。如今北离三面是敌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半招胜了他的时候，你是北离的英雄。可你背上他逃亡的时候，整个北离的剑都会指向你。 东君带着教主一路南下，但具体去了哪儿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南下？莫非是南爵？不是南爵，爹爹一定会去姑苏城的。 其实爹爹不想做什么宗主，他只想回到那个草庐。还是个小孩子，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这些事情
就交给我们大人去想吧。我点了安眠草。 叶公子想要同我说什么？你应该猜得出来吧。 我听说过很多种入魔的形容，却从未见过你这样的。神志清醒，良知也还在，这入的是什么魔？魔头不应该都是失去理智、大杀四方的吗？这魔本就在一念之间。之前的我，不在乎天下苍生。 更想杀尽所有与我为敌的人，在正道看来，我怎么不是魔？东君，他想要救天下，又想要救我，这不是正道，也不是魔道，那是什么？是他自己的道。 但他的道再大，我也注定无法与他并肩而行。我走了，你不必百费力气拦我，我也不想伤你。可你的伤……无妨。东君没有下死手，更何况你也应该清楚，虚念功的自愈能力。好了。 等他醒了之后，带着他往西走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不要再同我有任何干系，我会用我的方式终结这一切。 香啊！来，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没下雨，你为什么打着伞？ 是伞，也是武器。传说中的十八剑阵，对吧？我倒是挺想一见，只可惜我是想作为你的对手见到。你笑什么？因为好笑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想跟暗河的执伞鬼交手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 我想和天下任何一个厉害的剑客交手。也对，李姑娘，李公子以后定然是能成为剑仙的。
毕竟你还曾两次问见过我们望城山。哎，你看这桃子眼熟吗？这是我们玉珍种的呀。是我多言，是我多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兄台。现在可不是吃桃子的季节啊。那可不，我们玉珍在望城山上布下了一个阵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桃子。偌大的一座山，说布阵就布阵。那看来你这位师弟可非同一般呢。李公子，来，接着。要吃可就快点吃了，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吃的最后一个桃子。居然都是一些故人。好久不见。学堂一别是好久不见了，但我不会后悔今日一见。叶大哥，除夕那天我去了，本想见见你，还是算了。此前你说后会有期，如今又见面了，我很开心。当年一见，风姿灼灼，本想着向你问剑，可以胜你一招，却未曾想是和那么多人一起过来杀你。人生在世，又有多少事是可以想得到的呢？暗河的杀手，我听过你们。听说你开始转伞柄的时候，就是要杀人了。万事有因必有果，这是他自己的因果。
真是我要杀的人里面最难杀的。叶鼎之，现在总还来得及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咱们这一群七个人，就你我加上这个油盐不进的李寒一下杀他，我们暗合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他旧伤未愈，还不是时机。那是最后一剑的机会，我留给你。这一招叫沐雨，果真像一场漂亮的剑雨。我师父留给我的玄风剑也曾经像这样，可惜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。剑道一用，瑶儿，你应该拦住勇哥的。他执意不想连累你，要和你分道扬镳，你就算醒着也拦不住，何苦内耗，让前来追杀的人渔翁得利。东君，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的话，那个人只能是易文君。玉，季若风，你不好好养伤跑来做什么？我这一路看到了很多门派被灭了门，很多百姓被无辜杀害，乃是潜入北离的魔教教徒所为。虽说不一定是叶鼎之的旨意，但终究和他脱不了关系。你若是救他，那就是和整个北离江湖为敌，可你代表的是学堂，是雪月城，是北离正道。虽说老祖宗没有给我指示，但我有必要来阻拦你。那你试试。你以为你是在救他，殊不知你这么做只会害死他。可以。虽然叶鼎之入了鬼仙境，但他对所有在乎之人仍有感情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那他就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恩赐，因为他现在是世上最恶之人。而如果你救了他，就等于把自己推入深渊，置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所以他绝对不会让你救他的。你想带他回南绝，他就一定会留在北离。这么说，你能懂吗？那按照你的建议，我该如何做？让叶鼎之自己战，自己逃。倘若他赢了北离江湖，逃回了南绝，那是他的运气；倘若输了，死了，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和你百里东君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做的够多了，错的也够多了。虽说世人有愧于叶鼎之，但叶鼎之也已经复仇于世人，他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他只能做一个魔头。而你
若是强行走上这条路，那你就不配是学堂的百里东君，雪月城的百里东君。你的师父古尘、李长生、南宫春水都劝你此生要随性而行，可随性而行不是任性而行，就走到这里吧，不然这次我不会再有半分保留，定与你死战。月妖姑娘，你觉得我此番话说得如何？依我看来，自然是希望东君一切平安，便是挥一挥袖子回到那雪月城去。但是现在的我呢，我决定听东君的。东君说走我就走，他说打我便打。堂主想要死战，若我们二人联手，你便只身一个死了。月妖姑娘还真是令在下钦佩。我可以接受很多事，但绝不能接受云哥被杀死，绝对不能。只要能先将他护下，剩下的事我和北离的皇帝、北离的各大门派去谈。你说的太容易了。有人来了。叶教主毫无功，你以为你找到了最好的机会，可面对我，你没有机会。不，我始终知道，机会还没有出现。机会，似乎是演练千万遍才能有的合击，可却要有第一次拼尽全力使出才有的决忍。或许这就是剑客之间的默契。我曾经也想成为这样的剑客。老王，对不住了，刀断了。我说了，你们疼。我在血剑里藏了一道剑气，你再不想办法，他就要把你的五脏六腑搅碎了。想要逼出那道剑气，快来个人，过去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就行了。没办法的，那一剑我们二人谁都没有留好手，机会就是这样，从来都只有一次。不等，我们还有一个人没有动手。
翻涟漪，人叫春泥，只听枝桠攘攘细细，在风下懒懒细语，月下描摹花瓣轻昵，仿若园丁望你悠悠倩影，辗转遥遥千寻，随你到日暮晚起，细听烟雨伴着斜倚，此事与谁浪迹人间，弹奏青涩和鸣，两人惺惺相惜。